熊大熊二，看看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玩具。哦，这是一个生气的大章鱼，我们每次按动它的鼻子呢，它就会吐气。那为了好玩呢，我准备了一个小气球，现在要把小气球给它套上。套好了，看看它的眼睛。那套上完小气球之后呢，你看我们只要一压它就会吹气，特别好玩的。最后啊还有惊喜呢。是啥惊喜呀？是啥惊喜？快告诉俺们。那告诉你们了，还叫惊喜吗？这当然了，我这里呢还有一个小骰子，我们摇到几就来按几下。现在谁来先摇呢？哦，熊大先来吧。哦，让我们来看看，熊大摇了一个十，那熊大你来先按十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快到了熊二了。熊二摇了一个三，那我们来按三下。一二三，哦，熊大的十二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到熊二了。哦，熊二这回有十下了，我们再来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熊大还会是那么多吗？哦，这一次是三下，那我们来帮熊大使劲的摁下去。一二三，好，到了熊二，哦，也是三次。一二三，哇，又是十次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哦，三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哦，熊二摇了三下，但是他摁了十下。为了惩罚，熊大可以摇两次。五十二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那熊大再来一次。哦，是三，一二三。熊二到你了。嗯，这次是四下，我们摇到几就是几哦，不许蹲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哦，熊大的是跳过。嘿嘿嘿嘿，又到俺熊二了吧。那又到了熊，哇，熊二你运气爆棚啊，十二哎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哦，熊大的十，我们来帮他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熊二的，哦，五下。一二三五，十下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看看漂亮的小狐狸精，它的头越来越大了，会有什么惊喜呢？你们俩等着看我给你们准备的惊喜吧。十二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哇，熊大有五下。一二三四五，
二跳过了，那是熊大的，又是一个五，一二三四五，熊二，这是多少呢？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哦，熊大也是十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熊二是几呢？哦，跳过了。熊大是五，一二三四五。哦，哦，爆炸了！啊，吓死俺了！吓死俺了！吓死俺了！这哪是什么惊喜吗？这就是惊吓吗？哈，哎，给我自己不也吓一跳吗？就是啊。我在这里藏了一个针，所以玩到最后呢就会嘣的爆炸了。怎么样，是惊喜吧？好玩吗？这明明就是惊吓嘛。那俺们要回去找跳跳他们一起来玩，让他们也尝一尝这个惊喜是什么滋味。好了，那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